时候，有一个就是那边的电视塔能看到，然后从我们北京的家也能看到电视塔，所以我就有点感觉真的在家门口的比赛。而且那个真的吃的特好吃，所以我每天就又吃饺子又吃红烧肉，所以就真的觉得在家里面比赛，而且所有人都是金枪，所以就是反正都是自家的人。